下了场雨啊，这个草更好看了。哎呀，这都是渔网啊，是吧？渔网，捕鱼的，这是谁的渔网啊？您的啊？您是这个有船吗？有船的，我上回在那儿。哦哦，你给我说过，这最近是刚捕过鱼吗？您？你这河里没鱼了。现在没鱼了。哦，你们打鱼得几个人去啊？四个。就你们四个。是我们派啊。天津的车。这都是哪个小区的？他们是都咱小区的是吧？哦，平常你们哥几个就一块去打鱼，钓鱼。嗯，不是捞鱼，你不是有网吗？有船吗？有时在河里的，这不海，这是河网，海里不能用。海里不能用哦。对，你一会儿干嘛去？哎，对我记得十点来钟咱去。哦，十点来钟你们准备去。十点钟这涨潮啊！他来一走，咱俩清净了，想怎么玩？可不呗。哦，想怎么玩就出了。你们的日子过得太棒了哦。喜欢玩，喜欢。你捕鱼的时候就光你们几个男的，女的不去？女的不去。夫人不去是吧？嗯，没有，他们腿脚不方便。这现在不让出海，就在那个海边上都是石头。不让出海，有人管是吧？哦，管。对，网上还有人问，说是您那个船需不需要办那个什么执照什么玩意儿的？对，得办那个船长证。船长证，嗯、您办了没有？没办，还没办，挺麻烦。一过七十不给办，我们这都八十了，他给办呢。哦，你都八十了？七十八了吧？七十八快八十了，你那玩性挺足。过去在天津的时候也经常玩吗？天津玩。天津玩，你们是玩什么水啊？是玩海水还是？海水也玩河水吧。河水是什么？是那个海河还是？海河，有时野沟子嘛都有。哦，都是啊、哦，行啊，你这生活过的，这网经常还得怎么快还得晒晒。晒干了装车，没有鱼了，这河里没鱼。为什么没鱼啊？以前有鱼吗？以前有，现在少了。那是什么原因呢？嗨，电电，这农民电。啊，电。啊！农民把鱼都电死了。哦、哎呀，那真不好，把鱼都电死了，那是。天津市你电鱼，你妈过来就管了，这没人管。哦，天津要是电鱼的话，有人管。对。哦。下网都不让你下。不让下网啊、哦。河都不让下网。哦，天津不让下。啊，这里没事吧？这里没人管吗？这没人管。哦，那也行啊，没人管，捞捞鱼，海里面弄鱼没事儿。就在海边上玩。海边玩玩哦。上里边不让出海，不让出海。嗯，哦，而且上次我问你说您那个船是多少？一万多块钱？一万一。一万一是汽艇吗？还是？不是，是那个铝合金的。是铝合金的。哦。就只能坐四个人。啊，坐四个人船长照。哦，四个人，那还可以坐六个人是吧？坐几个人都没事，就是那钓鱼耍不开杆儿。哦，那有你们是下海的话有没有救生衣啊？都穿救生衣，啊，个人防护要做到，要不万一什么事儿也不好办。对对对，对，我看你这头发也都白了，身体倒是蛮好的。嗯，这今年什么时候来的？今年四月份。四月份来的，打算住的什么时候啊？我到年底再说了。哦，年底啊。哦。冷了就回天。冷了就回天津啊。这没暖气。没暖气。我们就钓个鱼。钓个鱼对。啊，又你。他不让出海，我们就不出去。不出海，啊，咱还遵纪守法。就是，对，要出去我们就出去。就出去啊！待会儿是什么时候？待会儿就出去了。十点涨满潮吧。十点满潮的时候你们还是涨潮了。你船放哪儿呢？你的船就在那岛上了，在那个码头上了。放码头不怕丢吗？那儿看着的。有人看，那得花钱吗？花钱。哦，怎么个花钱法是？一年300块钱。啊，一年300块钱给你看着。啊，那倒挺好。啊，一会儿我们想法把它拉回来。拉回来哦！不让出海，哪儿搁着个吧？不让出海就不要放那儿了，就放小区里。我们那个机子没拦着呀，要机子拦着，公安局就给你锁上了。哦，我们的船还没锁，别的船都锁了。你们没有机子是吧？我们机在家。啊，机子拿回来了。哦，这弄船还有个机器是吧？对对对对，早上起来在小区溜溜步也挺好啊。嗯。哎呀，你看这天多好啊，天天都是这么蓝的天。对。阴滩真是个好地方啊。
早上起来，这北京人在遛狗，你们天津人所谓是下海捕鱼。这是您的房子是吧？这啊，您租的房子啊，哦、啊，这租的房子贵不贵？不知道。不贵。多？这个7000。哦，7000啊。哦，这租的房子还真不错，哎，种点小东西。你像如果说不利用起来，那闲着也是，长满杂草了是吧？这样一弄一下挺好，对。这什么东西？草莓啊，啊，种的草莓。嗯。哦。草莓、辣子、葱、韭菜。辣子、葱、韭菜，我跟你说着说着，我都说成天津话了。撞那个红了。啊，对，这边还有一个稍微大点的，你见了没？那底下那个，你不怕丢吗？到时候有没有人偷啊？长好以后，谁偷啊？没人偷吧？谁吃不是吃啊？谁吃不是吃啊？对，那我要过来偷的吃，你就不高兴了。那不叫偷，赏脸。赏脸，您说的。10块钱买他奶奶那么一堆。啊，10块钱给你买好大一堆是吧？对，没人偷这玩意儿东西。你看这网，这网贵不贵啊？这网不贵。这多少钱一个网？20-30块钱一条。20-30块钱一条哦，一条网。咱买那个20磅。像你们捕鱼的时候，收获最大的时候能收获多少鱼啊？能几百斤。几百斤？嗯。多大的鱼呢？就是那几个片子，没。有多大？有没有一拃长？有，有半斤4两吧。半斤四两的那么鱼哦。那么来了以后，你们就冰起来，吃不了。都卖了哦。天天那个汽车油钱嘛的。哦，对对对，是怎么上集上去卖行吗？就在市场就卖。好卖吗？卖的便宜啊！你们打出鱼是卖多少钱一斤啊？不论斤，10块钱一盆。10块钱一盆。啊，一盆嘛。跟白给一样。啊，就在码头上直接就卖掉了。不在码头，这是市场。啊，就在哪个市场啊？不，前面有个市场，你不知道？啊，你就说在前面那个许云集是吧？也就是小集，下午集。啊，夜市嘛。夜市啊，夜市卖了啊。哦，这样子的，经常卖吗？你不经常买，逮来了买，不逮来了。哦，这两天钓海鱼就是钓的够吃就完了。钓的够吃，钓一次能钓多少的？没准儿，好的时候钓个10斤20斤的。10斤20斤啊。不好嘛，钓个1条2条的。哦，那你们在捕鱼的话，当地渔民有没有反对你们的？没有，那个没有。他们不管是吧？钓鱼属于娱乐。钓，我说要捕鱼的话。捕鱼人家河里没人管。海里有人管。海里不让出海呢。不让出海，那什么时候开海呢？什么时候他也不开，他不是说为了封海，是为了安全。为了安全不让下海哦，这样子的。你潮汐湖你们去过没有？潮汐湖怎么样？那里鱼怎么样？哎呀，那么小。那鱼小。小的厉害。哦。海里的有的是。海里有的是啊、哦。哦，哪一片海域的鱼多一些？南荒岛。南荒岛，离这远吗？25公里，是往西面走，啊，往西走，往西走啊，25公里就啊，这位老哥挺喜欢种点东西，行，谢谢你们啊，不客气，好嘞。